真服了，服了你个老六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个面你怎么这么跟我作对？我今天这么开心，你就是故意要，不行，他就是故意就是想让我生气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中他的招，我不能中他的套。你是故意想激怒我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就是不生气，别别，我开心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拌了。这个就是那个拌调料，自己吃无所谓的了，你们不要嫌我脏，我又不是给你们吃。你们不会还有弹幕在挑我刺儿，说我用手那样脏吧？我刚洗完手，而且我自己吃了无所谓嘛，是不是？我拉肚子就当减肥了。这些对于这些东西，我心态还是很好的。这个是配菜包。我挺爱吃火鸡面，最近迷上火鸡面。哈哈哈，笑什么？不准笑，给我哭！你们笑的话，我就知道你们就是今天抽奖是抽爽了，你们不想再抽是吗？既然你们在笑，哎，你们吃泡面如果吃肠会不会一样吃啊？因为就是这个肠我没有刀，你们平时如果这个肠，你们是不是一口一口咬到面皮？恭喜这十个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的月饼礼盒哟！阻挡可能行动的理由。别看别看，有点那个啥。而你却靠近了比我，我这会不会有点恶心啊？你们不会嫌弃我？我如果吃泡面，我没有那个，我想一根肠给它把它弄断，夹断的话，我就会这样。你们也这样啊，真的呀，天哪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，原来你们都这样，那我就没那你们就不要嘲笑我了，那你们可不要嘲笑我，吃一口咬下面不行啊，但是我想就是这个肠到面里面去泡到那个味道，全国统一一样的吧，这一点就待会儿留给韩松吃。那我们今天的晚饭，活鲱鱼，谢谢维维送来的守护神维维大气，马上蹦迪，哈哈哈！鸡飞，你们说我能不能站起来？说你在这边来呗，让吃面变得更有乐趣。吃不了就太多了，这一口。面挺多哎，我觉得有点辣。嗦面，来挑战，怎么了？